我喜欢上一个比我大二十七岁的女人，她风韵犹存，让我迷恋。这样的关系在别人眼里很龌龊吧？但事情就这样朝着我不能控制的方向发展下去。我是公司一个小员工，刚毕业二十三岁，第一次见到徐珠是在领导的生日宴会上。她穿着一身长及脚踝的碎花裙，保养得很好，看不出五十岁的年纪。要说三十多都有人性，大家都给领导敬酒，我也不例外。徐珠看着我，眼神里带欣赏。哎呦，小张酒量不错的哦，年轻真好呀。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敬完酒，老是低头吃菜。 然后我就感觉有人用脚踝蹭我的小腿，我当时浑身一僵，心脏悬在嗓子眼，因为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没别人，只有徐珠。我不知所措的看了她一眼，她却淡定的摸了下脖子，甩给我一个似笑非笑的眼神。我当时脑子里闪过三个字：太浪了。后来领导说太晚了，让我送徐珠先回家休息。我职位最低，自然是我送。晚上九点多，我俩并排坐在出租车后座，她身上的香水味一直萦绕在我鼻尖。我紧张的看着窗外，不敢看徐珠。徐珠在我耳边说：“小张，你是刚来公司的吧？之前没见过你。” 我点点头，徐珠又说：“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”我心跳加速，有点惶恐，又有点激动。可我脸上并没表现太多的表情。等下了车，徐珠跟我说谢谢，转身就要走。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看着她优雅的背影，风一吹，我又闻到那股成熟女人身上的香水味，便忽然说了一句：“徐女士，我能加你微信吗？”徐珠似乎一眼就看破了我的心思。黑暗中，我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，我有点想逃走。可徐珠温和地说了一句：“要不上来坐坐？”那天晚上，我忐忑的去了她家，顺便也加了微信，但我们什么事都没发生。 正是因为什么都没做，我回家后才心痒难耐，彻夜难眠，总感觉有人在撩拨我。我觉得很刺激，我人生中第一次对一个中年女人产生这么强烈的依赖感。不曾想失眠到凌晨一点多，徐珠竟然主动联系了我。她说要请我吃饭，感谢我把她送回家。我知道她跟我玩欲擒故纵，等到了周末，我特意穿上最贵的衬衫，到了徐珠订好的饭店，却发现这里是个温泉酒店。徐珠那天开车过来，戴着墨镜，气场一下子就不一样了。这一次她涂了大红色的口红，衬得她皮肤很白。 衬衫领口解开两颗扣子，线条若隐若现。人生中第一次跟五十岁的女人约会，我紧张的手心冒汗。我俩在一楼饭厅找了个包间，徐珠点了一瓶红酒。她笑着说：“小张，我知道你酒量不错的，陪我小酌一杯。”只是我没想到，一瓶红酒喝下去，我还没怎么样，徐珠仿佛醉了。她放下高脚杯，掩面哭泣。我一时慌张，不知如何安慰，伸手想要拍拍她的肩膀，却被她忽然攥住掌心。那一刻，我心脏都要跳出来。后来，徐珠告诉我，她前夫对她很不好。有一次，徐珠急性阑尾炎发作。 给前夫打电话，对方推脱自己在应酬没时间，让徐珠自己打车去医院。阑尾炎手术后，徐珠拖着病体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儿子。可前夫喝得烂醉如泥，回家领子上蹭了口红印。就在这次的交谈，我才恍然大悟一个事实：徐珠的身份其实是我领导的母亲。我可真够笨的，第一次见面我竟然没想到，我还以为是公司的某个大客户。徐珠一手创办了我老板现在的这家公司，她一直隐忍到儿子长大了才跟前夫离婚。好在儿子争气能力强，对自己也孝顺。 几乎从没拒绝过徐珠的要求。后来他问我：“你有喜欢的女孩子吗？”我不好意思的挠头，母胎单身二十三年。徐珠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笑：“哦，原来你才二十三岁，好年轻。”那天徐珠喝多了，吃完饭我说送她回家。她睁着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说：“这家饭店后面是一家不错的温泉会所，我想去泡一泡，醒醒酒。我总不好这个样子回家会被家里的保姆笑话的。”我与徐珠对视了一眼，立刻就懂了。我说：“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也想泡温泉了。”徐珠坐在池子里，她的腿很细很长。 皮肤也很白，只是小腹稍微有些隆起，但总体来讲身材还是不错的，身上的皮肤并不松弛。她笑着对我说：“她喜欢上瑜伽课，也做无氧训练，但是生过孩子就是跟少女没法比。”我说：“您还很年轻，一点都不老。”徐珠笑着看我，伸手摸过我的额头，动作自然到我都没反应过来。她说：“你出汗了，我帮你擦擦吧，很热吗？”她的手指便顺着我的额头一路摸到嘴唇，然后延伸到脖颈和胸膛。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是僵硬的。后来，我和徐珠就在温泉酒店住了一晚。 那天晚上，我抱着徐珠很疯狂，我一点都不觉得他老，我甚至兴奋无比。他问我，万一我俩的关系被他儿子发现了，我打算怎么做？我说，那我就辞职。黑夜中，徐珠轻声笑了笑，他说，别怕，如果你辞职了，我会给你找一份更好的工作。他还说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没事就缠着你，影响你工作。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，只觉得很舒服，很畅快，带着点野蛮横生的刺激感。我决心跟徐珠在一起，但为了他，为了我，我们都暂时不能光明正大的约会。他比我大二十七岁。 这样的忘年恋说出去只会引人不齿，但我能感受到我很需要徐珠，她也很需要我。我们像两颗疯狂失去理智的吸铁石，找到了彼此，然后紧紧相拥，恨不得每天见面。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的父母从老家来看我，顺便带来了一个姑娘，她是我父母给我找的相亲对象，她叫黄西，是个正值青春、一脸单纯的姑娘。可我对她毫无兴趣。黄西与徐珠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女人，天壤之别。黄西什么都不懂，她听说我在北京工作，便答应跟我父母来北京找我。 我父母也不知道答应了人家什么条件。总之，黄西看见我就一脸的娇羞，叫我张磊哥哥。我很头疼。有一次跟徐珠约会，我就把黄西的事跟他说了。徐珠一点反应也没有，淡定的，好像没这么回事。我有点急，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吃醋？徐珠反问我为什么要吃醋？小张，我已经五十岁了，你早晚是要娶别人的，不是吗？我被他问住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徐珠又说，等你结婚了，记得告诉我，咱俩就断了。我不想伤害一个无辜的姑娘，到时候我给你包个大红包。我听他这么说，更来气。 徐珠并没有因为我发脾气而生气，他反而搂着我的胳膊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，说下周他想出去旅游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。我说我会考虑考虑的，毕竟我父母现在就住在我家里。当晚回家后，我身上沾了酒气，黄熙凑过来帮我脱外套，还说帮我洗衣服，我拒绝了，我有手有脚的，不用一个大姑娘伺候我。她长得挺漂亮的，也没得罪我，但是我看到她那副顺从的样子，我就烦躁。我说黄熙，你别碰我，你爱干嘛干嘛，就是别碰我。黄熙羞赧的低下头，被我说的眼泪汪汪的。 他说他没想碰我，只是在家的时候，他的父母就时常教导他要听话。我更是烦躁的不行。我说黄西，你是你自己，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。什么叫听话？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。黄西似懂非懂的看着我，讷讷的说我知道了。我这几天一直都在找工作。我叹了口气，回了自己房间。我妈不停的给我洗脑，说黄西是个没许过人家的好孩子，又听话又能干，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揉揉太阳穴，十分无语的说妈，我喜欢的女人完全跟黄西不是一种性格。我妈没当回事，嗤笑一声。 咋地？你还能喜欢个伴？老徐娘啊！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，看着我妈的眼睛说：“没错，我就是喜欢一个比我大二十七岁的女人。”我妈愣了三秒，我看得清楚，她脸上闪过错愕的表情。可是很快，她爆笑出声：“儿子，你不会看上一个比你老妈还大的女人？开什么玩笑！”晚上，我给徐珠发信息：“这个家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了，你要去哪儿旅行？我跟你一起。”我请了一周年假，和徐珠去了海南。跟她在一起，我特别自在放松。我也曾讥笑自己，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大自己二十七岁的女人？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，徐珠有她的优点。我俩在海南晒太阳的时候，偶尔会有客户给我打电话咨询业务的问题，我被客户缠得头疼，脾气上来还会跟客户对几句。徐珠比我有经验，她已经工作了半辈子，她在旁边指导我该如何跟客户交流，如何从客户的旁敲侧击中找出他们最终目的，如何与客户斡旋，争取利益最大化。我想这些都不是黄西那样的女孩能带给我的。我和徐珠出来玩的这几天，我俩的吃穿住行都是 A A 制，她考虑我的面子和经济情况。 坚持要跟我 A A，而不是单方面让我付出。他的经济更独立、更自由，不像黄希住在我家，是我家的，用我家的，所以他不得不看我爸妈的眼色行事，不得不讨好我。因此，我越发的讨厌黄希，也越发的离不开徐珠。在海南度假的第三天，我正和徐珠在海滩上散步，黄希的电话接二连三的打过来，他打了我就挂断，如此反复好多次。徐珠有些看不下去，说：“你接电话吧，我去别的地方转转。”我黑着一张脸接了电话，黄希还没说话，我先吼道：“你有病啊！离了我你活不了是不是？” 黄西抽泣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过来，我瞬间火气小了一些。我舔舔嘴唇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该骂人。有什么事你说吧。你什么时候回家？我煮面给你吃。黄西不这么说还好，一这么说，我的火气蹭的又冒了上来。我克制着没爆粗口，冷冷的说：“黄西，你听好了，我才二十三岁，我还不想结婚。我劝你别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，你去找别的男人吧。”黄西沉默片刻，我以为他没什么想说的了，就打算挂电话。可黄西忽然来了一句：“我打电话想告诉你，我找到工作了。我在这城市没有认识的人。” 我只想跟你分享我的喜悦。他的话忽然让我很自责。一个小姑娘背井离乡的也确实不容易。我随便敷衍他几句，便挂了电话寻找徐珠。他正在买烤鱿鱼，看见我打完电话，他拿着一根鱿鱼须朝我挥挥手，笑容美好又淡然。我忽然莫名的想把他按在沙滩上。当晚我们抱在一起看电视，我问他徐珠，我觉得我爱上你了，怎么办？徐珠一脸坏笑看着我，我不信张磊，你才不会爱上我这样的老女人。我忽然认真起来，怎么不会？徐珠伸手将我皱起的眉头抚平，别这样，张磊，我们在一起之所以快乐。 就是因为我不要求你娶我，不要求你有房有车，甚至不要求你必须只有我一个女人。感情如果太认真，就没意思了。我气笑了一把，掀开被子挠徐珠的痒。她穿着超短睡裙，露出一双诱人的大白腿。我直接压了上去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响起猛烈的砸门声。我和徐珠都吓得僵住。门被大力撞开，我老板带着一伙人杀气腾腾地冲进来。看到我压在他老妈徐珠身上，他气得冲上来狠狠扇了我俩耳光。张磊，你他妈的，枉我那么器重你，你竟然睡了我老妈！ 领导急吼吼地骂我身后的兄弟，把我按在床上。领导扬起巴掌，又是好几个耳光抽在我脸上。看见他带人冲进来，我已经很猛了，再被他扇几个耳光，我更有点神志不清醒。徐珠这时候大吼一声：“江凯，你住手！”领导不再打我，但他的手下把我用绳子绑在凳子上。徐珠急了，脸色通红：“江凯，你这样对张磊，是不是要连你妈的脸也一起打了？”江凯气得青筋暴起：“妈，你跟谁在一起不好，你非得跟我手下员工在一起，你才是真的打我脸。”徐珠不让分毫：“怎么，你妈我年纪大了？” 五十岁了就不配自由恋爱了。我已经充分考虑了你的面子，才没有公开我和张磊的关系。你要是我儿子，你就该明白，你妈我这一路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你爸当初怎么打我的，你知道。我想找个自己真心喜欢的、对我也好的男人，有错吗？江凯被徐珠问的哽住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，只是气得喘粗气，双眼通红，快要溢血。好嘛，你说吧，我和张磊，你选谁？江凯指着我的鼻子。徐珠软下脾气，眼泪唰的一下涌上来。儿子，妈妈当然是选你了，但是张磊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。 你要是实在心火难消，你把他辞退也行，就是别打他了，行吗？妈，你心疼他。江凯气得吼到破音，徐珠点了点头。江凯骂了一句脏话，狠狠踹碎了床头柜子，然后回头瞪着我，行，张磊，你小子有种，你以后休想在这行混了，混蛋吧你！还有，你要是敢跟我妈玩真的，我特么把你阉了！说着，江凯又狠狠踹了我几脚，带着手下的人愤怒离去。我心想，还好徐珠镇得住江凯，江凯也算顾及他妈，要不然我今天非被大卸八块不可。徐珠过来帮我解开绳子，他抱着我，一个劲儿问我伤了没有。 我将他的头按在怀里，安抚他的情绪。他问我刚才有没有吓坏，我说是有点害怕的，后来就不怕了。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既然选择跟你在一起，比这更坏的结果我都想过。既然丢了工作，我索性陪着徐珠在海南又休息了一周才回家。只是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我家书房竟然被黄西改造成了一间直播间。我有点生气，问我爸妈黄西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爸妈却十分坦然地说做主播啊，主播。黄西他那文文静静的样子做主播。我闯进书房，看见黄西正对着镜头打招呼。 笑容可掬，完全没有面对我是害羞的样子。还真别说，柔光灯打在他脸上，衬托他五官分外好看，一双眼睛水灵灵的。我看的有些呆滞，这还是我印象中那个唯唯诺诺的黄希吗？黄希看我回来，有点不好意思的掖了掖头发，然后继续跟观众互动。我冷笑一声，没干扰他工作，出去跟我妈做饭。做饭的功夫，我跟他们老两口坦白，我被开除了。可让我大跌眼镜的是，他俩只是迟疑了一下，立刻就接受了这个现实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妈。 我没开玩笑，我真的被开除了，但我保证明天就去找工作。我妈笑呵呵的盛饭，没事的儿子，以后咱们家谁挣钱养家还不一定呢、啊。我听得一头雾水。这时候我爸过来端菜，说黄西找了个主播的工作，一个月底薪五千，但只要他卖得出去化妆品，他能拿到不少提成呢。到时候儿子你不上班都行。我妈也乐不可支的说，真的，儿子，你看我和你爸给你找的儿媳妇多好，能干又漂亮。我冷笑着拿了四双筷子，妈。 你儿子还不至于让女人养好吧？再说了，我不喜欢黄西，我不娶她。你这孩子，我妈气得拿筷子打我头。这么好看的女人，你在大街上见过几个？我没吭声。黄西好看是好看，但我一点没有结婚的念头。妈，你别劝我了，我年纪轻轻的要以事业为重。我妈我爸在唠叨我什么，我就都没听进去。等黄西直播带货完了以后，已经十二点多了，我爸妈睡着了，只有我还在等他。他看见我坐在沙发上直勾勾看着他，脸色一红，不好意思。 把你的书房改装了，我冷笑，黄西，你倒是挺有能耐的，把我爸妈哄得一愣一愣的。什么做主播，什么赚大钱，谁给你的胆子回来给我爸妈洗脑？我没有，我没骗人。黄西被我说的脸更红了，匆忙拿手机给我看，你看这是我和老板的聊天记录，他们说我长得好看，声音好听，虽然没有学历，但是破格录用了我，还给我预支了一个月的薪水。说完，在我审视的目光中，黄西又翻出银行卡记录给我看，这是我新办的工资卡。 你看里面有五千块底薪，我狐疑的看着黄西，他见我还是没相信，红着脸说，我人都跟你父母过来了，我还能骗你吗？我忽然心脏一抖，黄西的话像颗小石子砸在我心里，我忽然意识到眼前的姑娘好像真的认准了我，我虽然有些感动，但还是跟黄西说，我不会对你负责的。没想到黄西今晚再次震惊了我，他竟然当着我的面把衣服脱了，露出他纤瘦的肩膀。黄西，你别这样！我蹭的站起来，想躲开他，可是他满眼凄楚的看着我。 张磊，你就那么看不起我吗？哪怕我投怀送抱，你都不要？我其实已经有了点反应，但是想到徐珠，我生生克制了自己的冲动。我没管黄西，咣当一声把门关上并反锁。我心想，第二天一定要把黄西送走，他爱上哪上哪，反正别在我家待着。可第二天我早早起床，黄西却不在家，我父母也都不在家，这三个人像是合计好了似的躲着我。我气得摔门而出去找徐珠，我们约定在一家高级酒店见面。接下来的事情不言而喻。别看他五十了。 但他总能给我新鲜感，这份愉悦是任何人都没带给过我的。我亲吻他，我说：“徐珠，你真是不安分的女人。没想到第一次见面你就用脚勾我。”徐珠，你外面有没有别的男人？徐珠被我挠得咯咯笑，她说：“你别闹了，我就回答你的问题。”我一听，立刻停手，瞪着眼睛看他：“不是吧？还真有。”徐珠打了我一下，怎么会？张磊，你这么不自信吗？我哼了一声，在你面前我还真有点自信不起来。徐珠笑得前仰后合，说：“你那里能自信起来就行。” 我俩从下午一直玩到晚上，后来徐珠的儿子，也就是我前老板江凯，不停的给徐珠打电话，让他早点回家，徐珠不得不提前离开。我顿时觉得兴味索然，只好往家走，想着晚上修改一下简历，开始找工作。就在我快要回家的时候，黄西忽然给我打电话，我烦躁的挂断，黄西立刻又打了过来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手机号，忽然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舔舔嘴唇接了起来，电话那边传来黄西小儿急促的声音：“张磊，你救救我，我被人跟踪了！”我心脏提起来。 跟黄西说，你往人多的地方走，然后给我发个位置共享，我立刻去找你。黄西低声问着，却没挂电话，给我在微信上发了个定位。我一看离我不远，就立刻打车过去。刚坐上车，我就听电话里传来黄西惊慌的呼救声：救命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，不由得有些慌张。我让司机开快一点，我要去救人。司机这时候也听到了我电话里传来黄西慌张的声音，他脸色一惊，立刻将车子加速。 我赶到黄西给我发的位置，是一个窄巷。黄西被一个男人挤在角落里，我一眼就看到黄西赤裸的肩膀，心中的怒火腾腾燃烧。我大吼一声，随手拎着一个棒子冲过去，那男人吓得拔腿就跑，很快就消失了。我追赶不上，但是还好保住了黄西。路灯本就昏暗，这边又坏了一个，光线灰沉沉的，是个违法犯罪的好场所。周围空无一人，黄西扎进我胸膛里，哭得浑身发抖。我之前虽然很讨厌他，但是看他吓成这样子，便没躲开。 任由黄希抱着，他哭着对我说：“还好你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管我了。”我忽然想起自己多次不接黄希的电话，又想起他曾说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认识我一个人。我忽然满心的自责。没事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安慰的拍拍黄希的肩膀，他的衣服被扯破了，我不小心碰到他的皮肤，心中的无名邪火再次翻滚上涌。我赶紧把自己的外套脱了披在他身上，带着他回了家。回家后，黄希去洗澡，我则站在阳台上抽了好几根烟。 缓解我体内躁动的热血，我问自己：真的要跟黄西结婚吗？他确实长得好看，对我百依百顺，可我不想早早的结婚。现在的社会，女人不想结婚生孩子，作为男人也未必想。太多的人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拿什么养老不孩子？我现在还是个无业青年，以后的每个情人节、圣诞节、纪念日等等，想想要送对方什么礼物就够我头疼。黄西洗完了澡，头发湿漉漉的披在肩膀上，我倚着阳台的栏杆看得有些出神。他裹着浴巾。 露出一双洁白纤细的腿，递给我一杯水，说：“渴了吧，喝点水。”黄西这样的女人站在面前，还要坐怀不乱，我能不渴吗？我喝光了那一瓶水，却没想到黄西对这杯水动了手脚。那天晚上我早早睡去，就是为了避开黄西。然而我被热醒，感觉身体极其亢奋。我掀开被子看了眼自己，骂了句脏话，心想我不应该是这个反应啊。忽然房门被推开，黑暗中我只看到一片雪白。我疑惑的打开床头灯，黄西站在我面前。那一刻。 我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，肾上腺素飙升。我忽然明白了，黄西在我喝的水里加了让我兴奋的东西。我就这么被设计了。他极力的配合我，讨好我。等我们结束了，黄西穿好衣服，红着脸从门后拿出一台摄像机。他说：“张磊，刚才咱俩发生的事情，我都录下来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设计的你，但我不后悔。我只是想尽快跟你结婚。”我定在原地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竟然中了黄西的圈套。我从没把他放在眼里。 没想到他这么有心机，他看我生气，声音颤抖的说：“这件事我会跟你父母说的，我只是希望他们能站在我这边，帮我劝劝你。”对不起，张磊，你你别怪我，我哪会善罢甘休？我立刻跳下床去抓摄像机，可黄西做好了逃跑的准备。他看我下床，立刻跑回房间，砰的一声锁上门。你他妈把视频删了！我气得青筋暴起，脑袋嗡嗡响。黄西隔着门带着哭腔说：“你答应娶我，我就删。”我狠狠踹了两脚门板，大骂黄西不要脸。 他一声不吭，任由我骂，就是不出来。后来黄西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妈，我妈气得喷了我一脸唾沫星子。张磊，你既然把人家睡了，你就得负责。你宁愿跟一个老女人在一起，也不要黄西这如花似玉的大姑娘。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不是为了让你被有钱的女人包养的，你太给我丢人了。原来他以为我是被徐珠包养的情人。我冷笑一声，我说我和徐珠是正常的恋爱关系，我们不存在包养的问题。我妈根本不信，她指着我的鼻子骂我。 这话说出去，但凡有一个人能信，我把脑袋摘下来给你当球踢。我没吭声，我也知道我和徐珠的关系根本是不被世俗所理解的。我妈狠狠地掐住我胳膊，你现在就跟那个有钱老女人断了关系，娶黄西。我抹了一把脸，冷静下来。妈，你怎么知道我跟徐珠在一起？谁告诉你的？黄西？我妈顿时语塞，僵在原地半天没说出一个字。我恨铁不成钢的说，妈，你知不知道黄西设计了我和他发生关系，是他先算计我的。我妈梗着脖子，那我不管。 你确实碰了人家黄西了，这是最终结果。只要你碰了，你就得负责。我感觉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。从小我妈就尊重我的意愿，这回却逼着我非黄西不娶。我拉着我妈到隔壁锁上房门，我问她：“你和我爸是不是得罪黄西他家人了？干什么非要让我娶她？”她刚来北京就找了个女主播的工作，又调查到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还豁出去与我发生关系，以此来威胁我。她可不是表面上装的那么单纯。我妈听我这么说，嘴一扁，哭了出来。 满脸的褶子皱成一团，我没安慰他，因为这时候我安慰他，他肯定借坡下驴，看我心软就让我娶黄西。我妈看我半天没吭声，便擦了眼泪说道：“你爸爸欠了人家老黄家五十万，人家追债追到家里，说不还钱就把你爸爸腿打折。”我又气又惊，我爸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的，怎么会欠人那么多钱？我妈这才说，我爸前几年学会了跟人家赌钱，上了瘾，刚开始赌钱的时候挣了点钱，我妈就没管我爸，却没想到后来输的越来越多。 把家里的积蓄都赔光了，五十万是彻底还不上了。我气得在房间里踱步。好，既然这事是,是你和我爸闹出来的，我是你们的儿子，我帮你们还钱。可是债主哪有把自己女儿许配给欠债人的道理？这不是更亏本吗？我妈哭丧着脸，表情更加绝望。她深深的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是妈妈、爸爸对不起你。”黄西，他他什么？我着急的逼问。他不能生育，所以在老家没人要他。他爸说，要是你娶了他，五十万就不用还了。 我听了这话，犹如被五雷轰顶，从头皮一直凉到脚底板。半天，我冷笑出声：“妈，你和我爸真是拿你儿子的下半辈子幸福当儿戏。”我妈忽然嚎啕大哭起来，捶胸顿足的说：“黄西说他从小就喜欢你，我一心软就答应了。妈也是没办法了，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债了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爸爸的腿被人砍了吧？”我气得全身颤抖，夺门而出。一打开门就看见黄西趴在门边偷听，见我出来，吓得他脸色发白。我真想扬手扇他一巴掌。 可是我克制住了，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离开家去找徐珠。我的人生就是个笑话，而摆布我的人竟是我的父母。我约了徐珠出来，什么都没说，就先开了个钟点房。一个多小时后，我和徐珠才平静下来。她让我躺在她的大腿上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将脸深深地埋在徐珠的腿上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将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全跟徐珠说了。听了我的事情，我俩背对背坐在床上，半天没说话，抽了一屋子的烟。半晌，徐珠告诉我，她怀孕了。 孩子是我的，我震惊的看着徐珠，她五十岁了，怎么会怀孕？这不可能！我蹭的站起来，瞪大双眼。就是因为他年纪大，所以我为所欲为，从来不做任何措施，他也不让我做措施，说不舒服。我万万没想到徐珠会怀孕，她将怀孕确诊单递给我，上面显示怀孕一个月。她似乎一眼就洞察了我的心思，她说：“我知道你怀疑这孩子不是你的，你放心，我保证孩子就是你的，除了你，我没有别的男人。如果你不相信我。” 或者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我现在就去流掉。我看着徐珠，他说的很坦然，半点没有掩饰和心虚的样子。我将他抱在怀里，又兴奋又惶恐。说实话，我有点难以接受自己二十三岁就要为人父的事实。可我不能让徐珠把孩子打掉，这样太伤身体。徐珠摸摸我的头发，说：“张磊，你先别想以后的事，我五十岁了，是高龄产妇，这个孩子我未必保得住。”我张着嘴，想说的话太多，但到了嘴边却一个字都说不上来，口腔里溢满了苦涩。 回家后，家里只剩下黄西，我懒得看他一眼，他却站在我面前道歉，对不起张磊，我知道我那天的做法很恶劣，但我真的喜欢你。我冷笑着打断黄西，这么虚伪的话你留着说给我妈听吧，她是你忠实的听众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要回房间，黄西忽然从身后抱住我，我厌恶的怒吼一声，松手。黄西在我背后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我错了张磊，我答应你把视频删了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吧，是我一时糊涂，黄西。 你的演技我已经看够了。那天尾随你的男人是你找的演员吧？你俩配合着给我演了一出戏，就是为了让我对你产生怜悯。我说的对吗？黄熙全身一僵，我趁机掰开他的双手，把他推了出去。他流着眼泪问我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天回家路上，我说我要报警，你却拦着我说你害怕，不想把事情闹大。我当时没多想，以为你女孩子顾全自己的名节，所以没报警。但是后来你主动勾引我，我就知道你不是在乎名节的女人。 这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结合起来，我就猜到那个男人是你找来配合你演戏的。黄西咬着嘴唇，低下头，羞愧不已。黄西，你虽然不能生育，但你长得好看，估计喜欢你的男生也不少。你干嘛非要跟我在一起？黄西眼神坚定的看着我，我真的只喜欢你一个人。我冷笑着，呸了一声。他苦笑着说，小时候一个特别冷的冬天，我掉进河里，是你把你捞上来的，你记得吗？我眼珠一转，好像是有点印象，但我完全不记得黄西这号人。 我就是那次在冰里冻得太久，才导致我不能生育。黄西如释重负的叹口气，张磊，这几天我认真思考过了，我觉得你是真的很讨厌我。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娶我，我不想强迫你了。接着，黄西拿出摄像机，当着我的面把那天录的视频删了。张磊，你能原谅我吗？黄西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忌惮，我只觉得胸腔积满了烦躁，我很想一巴掌抡过去，但我怎么能打女人呢？我只狠狠地对黄西说了一个字：滚。徐竹最近没有找我，黄西不再烦我。 我很快找到了工作，只是让我想不到的是，江凯主动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。我以为他要找人揍我，但我还是去了，却没想到江凯将一份合约放在我面前。饭店包间里很安静，我看着桌上江凯递给我的合约，上面写着，如果我愿意入赘到江家，就给我办理北京户口。江凯是北京人，这个我早知道，可我毫不心动。我问他，徐柱知道这件事吗？江凯的脸色很黑，他不屑的看着我，语调阴冷。我妈这几天病了，一直发高烧。 我把她送到医院才知道她怀孕了。张磊，你他妈的可以啊，把、啊、我妈肚子都搞大了。我张张嘴想说抱歉，但还是没说出口。江凯骂骂咧咧的又说了我几句，然后回归正题，我不想让她流产。她五十岁了，不抗造。你张磊王八蛋不心疼我妈，我心疼。我立刻扬声道，我没有不心疼她。我们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我和徐珠商量过了，孩子生下来我养，你养。哈哈哈,哈，你他妈的拿什么养？ 你找到工作才一周，一个月工资七千块，在北京这种地方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江凯的话说的难听，但却是事实。我在北京一个月房租三千五，除了房租，我还要养自己、养父母、养黄西，以及将来还有个孩子。我被江凯说的有些无地自容。他又说，我妈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我不想让她遭人非议。你答应入赘我们江家，改姓江，我就给你办户口，我还帮你养儿子。但只要我妈去世，你他妈立刻滚出我们江家！我抬起头。 眼神凉薄的看着江凯，他以为以北京户口为诱饵，我就会屈服，可我拒绝了。江凯的眼里满是不可思议。我说，跟北京人结婚确实可以拿到北京户口，但那也得是坚持十几年的婚姻才能拿到，跟卖身有什么区别？有些人为了北京户口，也许做得出入赘的事情，但我张磊做不到。江凯狠狠的瞪着我，我又说，我和徐珠在一起根本不是奔着北京户口去的，就算你拿出更优渥的条件，我也不会心动。入赘的事情，你想都别想。出了饭店，我觉得很轻松。 轻松的就要飘起来，回头我看到江凯开着他的特斯拉扬长而去，我冷笑一声，还敢买特斯拉？回家的路上，我问自己，放弃北京户口是什么感觉？今天说出来的话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。北京户口比绿卡还难办，我一个外地人能有北京户口会羡慕死其他外地人，但是入赘我绝对不答应。万一我真的入赘改姓江，徐珠会看不起我，指不定到时候我不仅要给徐珠洗脚，还得给江凯洗脚，甚至给江凯的儿子洗脚，这种事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。 既然拒绝了江凯开出的条件，我就要考虑现实问题了。现在的我养不起一个孩子，我甚至养不起自己。我坐在沙发上，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，思考着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。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一个月后，徐珠给我打了电话，说孩子没了。我急急忙忙赶到医院，江凯和徐珠其他的家人都在，徐珠躺在病床上，瘦了一大圈，脸色苍白，肚子平坦。我怔怔的看着他，还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，江凯冲上来，狠狠给了我一拳。 徐珠躺在病床上，无法阻止我被江凯拖出去，按在角落里。暴雨般的拳头砸在我身上。他说，以前徐珠跟我在一起，他顾忌徐珠没找人打我。后来徐珠怀孕，为了保胎，江凯再次选择了隐忍。可这一次，徐珠因为年纪太大，实在保不住孩子，最后流产。江凯忍不可忍。徐珠的一切遭遇都跟我有关，都是因为我，徐珠才会遭这些罪。我没做反抗，江凯打我打的手背出血才停手，叫我滚。我一瘸一拐的回家。 满脸是血，黄西正在厨房做饭，看我这副模样，吓得他尖叫，忙问我怎么了。我没说话，呆呆的坐在沙发上，将脸埋进掌心，整个人昏昏沉沉，无法思考。黄西急忙拿出药箱，给我伤口消毒包扎。我一声不吭，任由黄西摆弄我。我知道这一次我和徐珠的关系彻底断了。后来我再想去看徐珠，江凯的人便威胁着要揍我，不让我跟徐珠见面。徐珠的电话也被江凯没收了，我给他打电话都是江凯接的，他骂我是畜生。 然后把我的电话号码拉黑，我担心徐珠的身体情况，给他发微信，还是江凯回复我，他说以后你都别想见我妈了，我要把她送出国。张磊，咱俩的事还没完，你给老子等着！自那以后，我就再没见过徐珠，我担心她，担心的彻夜无眠，我很想知道她好不好，只要她好，我也能稍微安心一些。可徐珠就这样彻彻底底消失在我的世界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一年后，我收到一封信，竟然是徐珠寄来的，信中说道。 她流产后得了抑郁症，江凯便把她送到国外，一边治疗一边散心。如今她已经找到一位外国人，两人相恋半年，准备结婚。徐珠告诉我，张磊，我很好，希望你也能重新生活，幸福快乐。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圆满的画了句号，你不必感到愧疚自责，这只是你情我愿共同走过的一段旅程。但希望你忘了我，我也会忘了你。再见。信封里还加了一张照片，我看着照片上的徐珠，忽然泪水模糊了视线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 他清瘦了很多，皮肤也松弛了，但他一双眼睛依然灵动。他的身边站着一位满头白发的外国男人，比徐珠高很多，典型欧洲人，身材。十天后，也就是五月二十一号，正好是周一。我洗了个澡，换上一身新衣服，跟黄西领了证。我放下了徐珠，放下了我们之间的故事。我以为我会这样安稳的生活下去，却没想到江凯在我疏于防范的时候，给了我沉痛的打击。徐珠已经在国外再婚了，我也和黄西结婚了。我的工作很稳定，老板有意提拔我。 就在这时，部门领导接到匿名举报信，说我勾引有夫之妇，行为不检点。这件事就像一颗炸弹，将我平静的生活炸得千疮百孔。原来江凯曾经没收徐珠手机的时候，收集了我和徐珠开房的记录，还有我们一起拍过的照片。江凯之所以迟迟没有举报我，就是等我放下戒备心理，等徐珠再婚，坐实有夫之妇的事实。而徐珠身在国外，不会被国内的事情干扰，甚至他知不知道这件事都未可知。我因此不仅没有升职，反而被降职。 一夜回到解放前，从最小的职位做起。公司里从前巴结我、等着我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那些人，忽然对我嗤之以鼻，当着领导的面对我吆五喝六，把我贬得一文不值。曾经跟我不熟的人也都在看我笑话。后来这件事传得越来越邪乎，有人说我半夜三点给女下属发微信布置工作，如果女下属没有及时回复我，就会被我潜规则。还有人说我就是想勾搭有钱老女人，少奋斗十年。甚至有人把我的事情编排成短视频段子，发到抖音。 暗搓搓骂我是吃软饭的小白脸，说我每天晚上直播都有年过半百的老女人给我打赏，总之骂我骂的没有下限。黄西干着直播带货的工作干得好好的，跟那些谣言八竿子打不着。可我同事传谣说，黄西为了求打赏陪富二代睡觉，给我扣了绿帽子，才导致我心理变态，喜欢上有夫之妇。重重传闻让我的生活不胜其扰，这公司根本待不下去，我没办法做人了。江凯啊江凯，你报复的手段果然够狠。后来领导找我谈话。 说张磊，你主动辞职吧，这样面子上好看一点。而且为了公司的利益和颜面，就算我不走，他们也会撵我走，到时候大家都难看。我打算带着黄西离开了北京这座恢宏又冷漠的城市。大城市的故事永远留在了大城市。我想回到老家，跟黄西过平淡的生活。后来赶上五一长假，我便辞职，带着老婆和父母出去玩了一圈，散散心。后来我回到老家，开始创业，经过了不少磨练和挫折，好在三年后事业小有起色。如今的我。 生活安稳幸福，在老家买了个一百平米的房子，养养小猫小狗。黄西从给别人直播带货赚打工钱，变成了给我直播带货做老板娘。现在正是网红遍地生长的年代，网络通讯如此发达，什么东西都能在直播间里卖。我和黄西肯吃苦，所以业绩越来越好。我和徐珠的事，我们心照不宣，都再也没提过。年少不知深浅，不懂社会人心，有些事做过了就要承担后果，我认。江凯要让我付出代价，我也毫无怨言。 男人不经历点事怎么成长？人都是这么一步步过来的。我并不为我做过的事感到羞耻，但我会为我做过的事负责。男人不能辜负别人，更不能辜负自己。生活还在继续。全文完。